五仔白，五仔白会很多那个吗？很多骨头吗？基本的骨头，基本的骨头。不用金针菇脑子。现在买的人超多。结账的人他在排。看你要多少一个口感。这里都还可以卡，这个。哎，他上面来了。你几点到这里？我十二点就来了，大家都嫌比较小，应该价格不贵吧？价格不贵，对啊，又好吃又不贵。哈哈，你真买很多，谢谢谢谢。没有，今天是收获。这里都还可以拿，可以挑。这时候都会看到一些